Hello 各位好，翻到嚟特别篇 Wag 啦，而家咧就要进行翻咧阿 Wag 嘅剧情啦。上次讲到咧，我哋用咗小南嘅角色咧，就入咗去本来就谂住去第六层嘅，系啦，第六层就应该系揾阿 Wag 或者系 Green 是打一个啦。咁但系咧最后咧就俾哪吒捉走咗，咁啊胜出咗嘅，系啦，打赢咗哪吒嘅游击男。咁依家咧就到我 Wag 嘅回合啦，冇晒精灵，我觉得我要回血先。啊，条尸体仲喺度啊！呢、這个尸体又话有得回血 ，OK 有得回血，开始继续我哋嘅剧情啊呢度，好睇下做咩先，小心啊嗰条友咧有急冻料啊，急冻料，讲唔通佢点解可以咧咁容易咧控制住急冻料噶，我依家先注意到啊，你两个唔通唔记得咗啊，呢啲道馆徽章咧唔单止系打赢咧馆主嘅象征。每个徽章都有独特的力量用来提升精灵的能力，他们都可以被训练师控制任何精灵。这只急冻鸟啱啱好就是火箭三降部和我们尊贵的大佬持有的四个徽章力量底下，哈哈，我们可以随心所欲控制任何精灵，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情愿放弃这个馆主的身份，这些就是力量。既然我将你们两个带到我想要的地方，那就已经成死局了，开始急冻鸟一打一，不是的，可惜啦，哇！一嚟就出呢只喎，先落个催眠粉先啦。唉，中啦，你即刻换大力瓜，我咁快醒，好目光先。大口福嘅话就用比较超啦，先来个飞勾，再来个福特。哎呀，咁多打嚟唔死唔得，我都赢到，因为加我速，最高速系我，跟住烂泥。烂泥就照用水技啦，加攻防减速 ，OK， 减我防，再个木棍先，诅咒死了，鬼师通啊，鬼师通啊，用化石飞龙啊，咬碎啊，再用蛋蛋，先落个催眠粉先，哦，蛋蛋成为 MVP 今场嘅。然后再用呢一个嘅急冻鸟都系怕石啦，一个原始力量车过去，睇下扣几多啦，应该都起码红血啊佢，哎冇喎，竟然黄血到嘅，拜啊成功自取胜利呢个火箭兵，哎原来仲有一只啊，唔好意思，开心得太早，原来你仲有一只喺后面，呢只应该系用特攻打，十万伏特。我打唔少啊，睇嚟 level 问题。奇异草都好低力嘅，催眠粉啊，一个毒击打死咗。泰山顶搞掂啦，咩话？急毒鸟用绝对零度，哇！喷风打赢佢啦，用过尾，哇咁犀利！你赢咗呢一场啊，急毒鸟翻嚟，哇跳楼走啊，走甩咗，急毒鸟都系。呢、這、一个粉红徽章，攞住呢个徽章，记唔记得佢讲个说话？使用佢啦，我哋一阵间再见面，将徽章交我俾我。行得笨火龙，你去边啊？我要话二同埋其他人啊，你要扮 Green 吗？要啦，当然。我要轻咗支线篇章二嚟啦。我阿爷咧同其他人咧喺呢栋楼嘅某个地方，但系佢哋混咗去边一层呢？哇！按下你的方向键嚟移动阿 Green 同埋佢喷火龙，建议唔可以游戏呢个过阶段使用你嘅识别。我哋 save 先，点玩法啊？哦咁啊，唔可以用识别。我哋睇下佢有啲咩精灵先啊？飞天螳螂啊，都系啲渣技嚟噶。哇！加攻减特攻，然后一堆特攻技，啊都有攻击技，三招攻击，一招特攻。焰头就水液态尾巴同埋再来一次，哇又系减速嘅，点解加防减特攻对性格怪力喎，四招格斗啊，大比鸟加攻减特防，佢应该都系随机抽一啲技能，抽一啲性格俾我。哇，在战斗中召唤呢个系放情嘅特性，咁犀利。OK， 我哋要揾佢点样揾法。呢度系上面，诶，呢度有个窿。哦，原来咁，系咪可以再跳翻落嚟？可以喎。呢度咧，周围飞得唔得啊？
我哋周围行下睇下有啲咩。咩嚟噶？个自动触发呢啲咩嚟噶？佢就系咧黑龙体，黑龙体即系类似嗰啲咩 copy 嗰啲啊。佢哋系多边兽啊。多边兽 3D 龙啊，都系有咧死者嘅有肌肉咧组成嘅。你边位啊？西尔佛啊，西尔佛呢个公司董事长。哇！工作伙伴咧已经到咗啦。西尔佛，你个客人嚟嘅？唔系，佢只系一个咧入侵入嚟嘅靓仔嚟嘅啫。嗰个徽章，你系火箭兵团嘅？我系板木啊，我系火箭兵团嘅大佬。唔怪得啦，原本觉得奇怪，点解火箭兵团可以控制住西尔佛呢个公司？原来就系你咧狼狈为奸。西尔佛，我呢度咧有个咧相当出名嘅探子啊，哈哈，讲得啱啊，但系呢个唔容易嘅靓仔。毕竟咧，金王市曾经有个道馆馆主同佢做埋一啲咧唔见得光嘅事咧，唔容易。我哋暗中操控住系统啊，操纵咗咧董事会任命我哋自己嘅一个人拿兹作为呢个馆主。吓、啊，你公司多年嚟一直经营咁好，你冇理由咧同火箭兵团合作嘅。哈哈，我都系咁谂啊。但系西尔佛咧一个有趣嘅人啊，我一个咧商家嚟嘅。征服晒呢个世界上嘅一切，冇嘢系我得唔到啊，冇嘢阻到我，除咗时间。哈哈，冇错啦，把博咧佢一个出色嘅探子，你知啦，我一个工作人员开发咗一个叫云魔，咩叫云魔？喺概念入面咧，我将自己意识转化为数据，并且咧植入去嗰呢只 3D 龙度。好明显啦，如你所见，我哋正喺度咧，比我哋嘅 3D 龙咧睇嚟更加似人类。你想做嘅目的咧，只不过系为咗保住自己条命啊！啊，冇错，呢、這个就系我好朋友把博嚟嘅原因啊！西尔佛俾一大笔钱我咧，捉同埋杀死啲精灵，咁样我哋就可以咧从佢身上咧进行实验，希望可以完善呢个云网。乜嘢叫云网？我好似冇乜印象啊。喂，朋友板木啊，你听嚟咧好无情啊，唔通你唔记得我咧为你信任嘅员工杀死呢一个咩？抹咗一个男孩同埋佢比加超留下嘅眼泪。吓，我唔记得，但我记得你嘅笑声咩？真系咩啊？你哋嘅禽兽，我知啊，应该系咪讲紧咩小智呢度系？哦，对于一个咧有困境嘅人嚟讲，系咪好激动咧？当嚟话俾你咧，依家嘅处境咧有几禽兽。系啦，哇咩鬼啫？呢个大摄背嗰只嘢嚟喎，大摄背唔知咩喎，应该都系水咯，我谂系嘛？先来个连斩先啦。哇，抌钉，激光兵，激光速，红袋手。哇，好犀利，一夜片死晒啦！你真系个白痴，同好似蛇一样嘅火箭兵团老大合作，我对你，佢对你咧完全冇兴趣。哈哈，我要教啫你咧，唔好对咧长辈咧无礼。板木帮我手啊，杀咗佢。哦，但系我咧孩子讲得啱。咩话？你讲咩话？板木，而家系我离开嘅机会去救阿爷同埋其他人啊。哦，唔理今日咧嘅成功咧计划咧系咪成功？西尔佛公司已经不存在了，如果西尔佛公司不在考虑入面，你由哪里的钱来支付给我呢？你想做什么？我不可以让你周围告诉我我的真实身份，不好意思啊老朋友，但你今天必须死在这里了。为什么现在你让我活了这么久？是啊，我对你一定还有利用价值，不要太高估自己的西尔佛。你生存呢只是因为呢我知道你一个很强的训练师，我不可以冒这个险，但你的精灵已经被人虚弱了，你没办法阻止了，再见了。有趣哦，有些这么有趣的东西。看看什么的，好多间房啊，其实我会不会错失了一些东西？看下啲精灵，其实喂呀大王踢回我出去，還有冇其他樓呢？其實呢個喺邊度啊？呢個入唔到啦，即係話一定係向上呢度。呢個入到，咦？呢個咩噶？一個奇怪嘅發光球體，呢度會有啲咩特別嘢啊？有冇隻 3D 獸 3D 龍飛出嚟啊？冇嘅，睇嚟冇啊。OK， 冇特别嘅话，我哋就继续向上行，继续向上飞。应该呢个已经系最后一个啦，除咗头先嗰个板木间
房之外，即系话呢一栋楼有两个嘅出入口。我哋小心啲行，唔好踩到掣。一踩到掣，佢就即刻车翻我翻转头。呢个一定要打啦！咧你救啊啲反人马，你需要咧通过我呢一关先喎。连斩，再连斩，再连斩，连斩呢啲完全唔需要，完全唔需要睇呢一个咩咩属性，都系不断斩落去好啲嘅一招技能。啊，但系当然啦，如果你打嗰啲正常嗰啲打。正常打這個的 PVP 呢就很难用啊，這些当然啦，不过你都可以看机会的。我帮小茂学了招技，帮他学了十字斩，十字剪先啱。這裡换有什麼可以打赢飞行鞋啊？你喷火龙高速攞岩崩先啦，岩崩帮你升，我帮佢升紧 level， 吓，帮你升紧 level 啊 ，Green， 后面应该俾翻啲报酬俾啊，俾翻我咧。好，直接走。诶，呢个唔使弹，唔使打嘅，点解？诶，我知道你喺度啊，我喺咧 cam 嗰度见到你，知唔知啊？我哋唔再需要呢啲反啊，火箭飞船已经得到我哋要嘅嘢，呢一个咧真系引诱你嚟呢一个陷阱。你哋呢班靚仔啊，成日以为自己好犀利啊嘛，又聪明，你知啊，你一直俾人玩紧嘅。见你嚟到啦，我谂我会杀晒所有人。出句声啊！完全冇嘢讲喎，连斩。哇！第一下连斩冇中到，呢、這个就系连斩嗰个嘅致命点，因为佢 95% 命中率。唤醒孖掌，哎呀，瞓咗个觉，醒啦！哇，唔系话得啦。又嚟呢啲咩技啊？四招格斗，其实我都冇咩人，冇咩认识啦。睡眠中必定会命中啊！地狱翻滚呢招劲，地狱翻滚，去啦！地狱翻滚，翻滚，再翻滚，点解打唔中咧？系因为系咁俾佢催眠到，搞掂。好需要离开呢度啊！好，救翻阿大木啦。大木阿爷来来未？阿 Green 啊，好高兴啦！我细佬冇事，多谢你啊，来来未？哦，谢天谢地，以为会死啊 ！Green 你嚟呢度做咩？都唔知啊，呢度几危险咩？阿爷好好啊，系咧，嗰条友一齐跟到我嚟嘅。我个仔喺度啊，系啊，佢你个仔啊，哇！呢个咩震动嚟噶？我谂系从顶楼嚟嘅。我需要咧，你哋两个咧，将呢度咧纯白镇嘅市民带到安全嘅地方。你去边啊？我要去帮手打低呢个火箭兵团，等等先，我都要去啊！阿爷，你个仔冇事噶啦，我孙咧好犀利嘅，好啦，请保护好佢嘅安全。阿 Green 嘅故事结束，啊，翻嚟 Web 嗰度啦，我咪喺呢度跳出去。唉，唔识飞嘅训练家真系惨，要行楼梯。我都要帮手啊，你都冇得飞，点帮手啊 ？Green 啊，阿 Web。我支持火箭兵团就系点解可以阻住？早知唔打你啦，咁样早知唔打扰你啦。还未等阿尼油仔，好走得。哇 ，Red 呢度都要打咁多嘢，真系咧麻烦。吸管小丑，照用水，黑沙顶，黑沙顶，唔使谂住阻止我啊！唔问佢啦喺度。问亲佢都冇好嘢，一定揾我打交啦又。哎，咁远都望到，泰山顶呢只系几有趣嘅，又系啲原创精灵嚟，应该系特别篇嘅精灵嚟，特别篇漫画嘅一啲篇章嘅精灵。睡眠粉冇啊，哇好在醒啫，三地鼠呢度呢度。系咪再上上面？佢话要上顶楼喎，有啲就唔打啦，可以唔打就可以唔打啦，尽量唔使打嘅就唔打了。咦，呢个唔使打咩？我系半途咁啊，点啊？喺呢个残到无迹嘅世界，我必须咧竭尽所能生存。点解呢个系要打噶？我仲系有啲咩特别嘅剧情咧？诶，呢招用得过喎，其实换啦，帕布布有用啊，咪。死啦！睇冇睇到我要换咩添？哦，你系嘛？得啦，急痛军先。封神血，封神有啲麻烦。诶，佢冇威吓咁得啦，搞掂，走得。
呢度啊，四楼，点解就系向？诶、欸，呢、這个向下行嚟喎，唔系呢度，应该呢一格啊，三楼，哇，行呢条路我头都晕埋，又唔系呢度啊，头先我呢度入嚟，跟住呢度去呢格，去翻呢度，哇，啲路真系。唔知系呢架，唔通系喺呢度啊 ？PM 三廿六，开门！啲火之兵团嘅兵仔啊，太柴啦！对你嚟讲咧，精灵只系使用嘅工具，你需要锁匙打开。要锁匙打开，有机会系要问某一啲嘅火之兵团嘅人，譬如系呢、這个，呢、這个有机会系换一换个颜色先。好核突个样，突然之间变到你就系嗰个咧喺御剑山打得劫米嘅，同埋我嗰个僆仔啊，边个会估到咧？一个细路咧对我哋组织嚟讲系咁大嘅障碍，你要锁匙俾你吓、啊？你要俾我，你谂住做咩？呢个系咪陷阱咧？有冇关系啊？无论如何，冇呢条锁匙你都冇办法走噶啦。吓、啊？我记得喺御剑山同你打，我真系喺呢一度攞锁匙，仲要系乜都唔使做啊，俾锁匙我，有咁顺摊火箭兵团，佢唔惊爆死咩？可能哪支已经晕咗，所以做唔到啲咩。即使佢想爆死啲兵，就佢都冇呢一个说服力可以爆死，因为佢自己都任务失败，自己输咗俾小蓝。呢度系你最后一步啦，僆仔，走，换咗小船艇先。瞪眼自爆，画龙点风，先落个壁勾，再用10万伏特快。呢、這个系沙古赖近身拳击，粉太罗近身拳击 ，very good， 拜拜。十一楼呢度咪有剧情？咩平板装置真系好重啊？系嗰个哪吒喎，袭击咗咧研究所，佢点解会喺度？佢呢个装置做咩？装置上个凹陷啊，类似道馆徽章，佢哋应该放喺度嘅。有七个印痕，我只有六个废咗，就需要一个咧嚟填。边个喺嗰度？最好嘅防御就系谷，去啦，比加超。做咩比加超？好可爱，佢知道我唔系真正嘅敌人，呢个小男嚟嘅。你揾到装置啊？有啲咩问题啊？哦，得啦，你知道我系伪装大师嚟噶啦，小男。哦，你终于明啦，仔细睇呢一个金黄徽章，啱啱咧由呢一个咧嗰个哪吒度偷。啊！将佢交俾我小蓝，俾你唔使钱哦，冇可能啊！你应该更加了解我，我会同意交易嘅。徽章换你嘅月之石咧？咩话？月之石？唔好扮傻啦！我哋要攞到个石头啊，以防咧我再遇到嗰个靓妹。哦，小蓝，我哋唔应该咧讲价词嘅。如果我哋咧合作咧，一定可以一齐打。但系醒少少，我哋有唔同嘅目的噶嘛。但系呢种交易有助于咧我哋嘅目的啊，相信我啦。唉，好啊，好啊。用嘅金啊，我都冇月之石。好啦，交易完成啦。咁讲啦，应该话俾你听一个秘密啊。嗰个装置系佢哋嘅秘密嘅武器。当所有徽章咧插入去嘅时候咧，佢会产生能量，增强咧精灵嘅力量。哦，原来系咁啊！多谢你少啦。实际上佢真正嘅作用咧，制造全新嘅精灵。我嚟呢度咧，唯一嘅原因就系得毒啊。咦，阿根友你又杀咗你，冇更多嚟。佢又过嚟咯。你呢班乌蝇啊，玩咗好耐咯。真人嚟咗。依家交咗个装置。呢个好危险啊！吞口啊，小蓝，好啊！你需要装置啊，我会俾你嘅徽章，召唤神龙。呢个咩事啊？攞过嚟睇睇。唔好意思啦，但系你记唔记得我用红闪还俾你啊？嗰啲咧都系假嘅。咩话？唔会系马里话真系俾真嘢你啊？我知噶，你应该咧更加了解我先系噶。我会将呢个烂摊子留俾你嘅，拜拜。哇！哼，呢啲居然就喺度闹交啊！真系唔够专业，急毒鸟出晒嚟啦，三只哇！英雄 VS 罪犯篇章结束，三胜了啊！好啦，今集时间就玩住咁多先啦，下集咧就会面对呢一个哪吒嘅三只雀仔啊，俾小蓝咧摆咗一度啦，又再次啊，咁下集翻嚟继续剧情系咁先，拜拜。